回到午间新闻，我们看到台湾10月13号开始开国门免入境隔离，观光局也正在摩拳擦掌，准备要来迎接国外的观光客。那在9月30号，他也特别邀请到韩国的明星金宰佑跟赵又丽夫妻档在 IG 连线直播，让台湾的主持人带他们云端逛夜市，隔着荧幕来吃台湾小吃，替观光解封潮来暖暖身。아까저기저기처음에지파하고전주나이차이렇게아우리도흉내는냈는데어때요말씀드리지마세요이게많은분들이좋아하는내장할수없는맛이라고在直播当中，你可以看到台韩两边都开启吃货模式。那金宰佑夫妻桌上摆着鸡排、芒果冰，这些都是必吃的台湾小吃。同时，他们也体会自己来制作豆花。那两边的镜头呢，都一起来吃这个夜市豆花，让两边都大喊说：“真的好好吃！”那这直播一公布之后，好多的韩国网友也留言说：“真的好怀念台湾夜市，想要赶快来台湾。”